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欢迎来到每日魔组合成器。那我的声音终于回来了耶！好，那今天呢，因为刚刚看了一些 YouTube，那发现好像7对11这个特别的拍子是大家蛮喜欢的，那我蛮喜欢玩的一个梗哦。那想一想，好像没有办法直接马上想到7对11这个东西，在我习惯用的工具里面要怎么做。所以今天我想说来，研究一下。OK，好，那7对11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我想的最快的一个办法，当然，为什么说我们不用 clock divider 呢？因为它太简单了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对，所以好，我们现在听听看7对11这样子的拍子会长这样好了。那我在这里开两个声音，首先先把它们 pan 左右，再后来呢，再把它改成在中间，让大家听听看。那我用最近最蛮喜欢用的，Palette 这个 module。那两个声音呢，我就使用 Hi-Hat 类的就可以了。好，首先七是一个它11。这个它放左右耳，play。好，那这样子听起来还是有点快哦。这个已经不能再更慢了，BPM 30已经不能再更慢了。所以，我也可以想说用个外接的 LFO 去控制它。不过，我个人更习惯的就是用这个 R gate。这个 R gate 会不会除不了啊？对啊，因为除以二有点不方便啊。我想办法啊，我用这个 offset 直接给电，让它 BPM 可以更低，试试看。所以减负二。哦，它最低点30，哇，糟糕，那看来，没有办法了，吗？没有啦，我还是可以用 LFO 去同步它哦，只是我实在是很不擅长用 LFO 同步。哦，我们开到 P24，对，就可以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用 LFO 同步它的时候，它会就是这个 run reset 会一直跑。对啊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这样肯定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有的问题，哦，就是想要请问大家，我要到底要怎么好好的用 LFO 来同步我的这个 clock 呀？就它不会是，对啊，看起来也不是电压的问题。对，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这样子跑。对，好像24的时候才会，P2 的时候就好像不会了，还是因为它太慢。Anyway，好，P2 的时候就可以了。那我把速度放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太慢的它会 run 不动的样子，所以低于30它会 run 不动。OK，应该是这个问题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回来用这个30。那总之我还是可以听到这个节奏。好，所以7对11的节奏就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是七，然后这是11。好，那我想要让它更慢，可是这个 clock 看起来也不能更慢了，所以其实我想的另外一个做法，当然所谓的 clock 都是从 LFO 来的嘛。对，所以我们就用 LFO 来对。
好，那我要7对11，所以比方说我们用一个70赫兹，另外一个是110赫兹，这样子，然后除以二，所以是35赫兹。先除以十好了，那么其实就是7对11，所以7对11现在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把它先除以10。是吧？0.7对1.1，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很慢的7对11。那我们要让它一起 reset，开个 manual gate，然后 reset 这两位，嘿，reset 好。好，那这样子我要怎么让他们调整速度呢？非常的简单，我只要用 offset 去fn 他们就可以了。那 fn 的量我想要调少一点，比方0.2，哦，sorry，20才对，20%就可以。OK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是我听起来比较，听得出节奏感的部分。那我来稍微换一下音色。好，那其实已经有模有样了。那我再出一个1.1除以二是多少？0.55。好，所以我再开一个 LFO，然后出0.55赫兹。好，用这个 LFO 呢，我来改变这个 palette 的一些音色。好，那我用 4FO 好了。我想要有更多的 modulation source。0.55，OK。好，大概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方法其实听不出它是七吼，所以我们要再另外做另外一个声音哦，所以我在这里放一个很长的 hi hat，那可能它每七下它就要送出一颗，这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用 pattern，很简单的用 pattern 来做，就是把这个 square 送进 clock，然后让它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每七下送一个 trigger 出来，
这样子我就有一个每期下出现一次，等于是小节线开头的一个声音。三四五六七一，OK，好像这样子。OK。那我还想，比方说用一个 sequence，没关系，我用这个 ADDR 就好。用 ADDR sequence 做一个七步的 step， 去给每一个 kick 它的每一个 kick 音色。哦，所以比方说我要让它越来越强，然后低强、低更强这样子，我去控制它的这个 drive 的量哈，在 drive 的量在这里。像这样子，那我还可以控制它的，比方说长度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一样再用一个 ADDR sequence 加上 ASX 去跑我们的。用这个 high hit 去 clock 它，然后把它做成一个11步的 step， 那在这边我就 render 它就好了。5 6 7 8 9 10 11，低高123，我把它做成一个123123的123123，高高低低低之类的。好 ，high hat 的音色刚好差不多都被控制完了，那我控制音高好了，音高在，音高在哪？这里。好，然后我来做一个 spray 的 unison， 让它有 stereo 感。让整体速度慢一点。好，那我想要加上一个 baseline 在上面，加不完。在这边呢，我一样，刚刚没有给它 reset， 我一样用11拍来做 clock， 但是呢，我只要它是6步，因为我刚刚脑里面的旋律是6步，我要做一个嘣嘣嘣嘣嘣嘣的一个怎样一个旋律的音高，那在这边我选一个 preset。Blues minor 好了 ，output 给他 ，output 给他。Trigger， OK。算有点失败，我去掉。
哦，这个吃也有点吵哦，所以我让它除以14好了。哦，2小节再一次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4、5、6、7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5、6、7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。OK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7对11的练习。哦，刚好有人来了，拜拜。